美食当前抵挡不住，让你轻松维持体态不是梦。看看多少？哇！你赢了。他高达差这么多。你刚是吃了一桶炸鸡吧？是一点多公斤哎，我是很多哎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法宝哦，一组二排三代谢，太夸张了。对，正快就不负担，录完以后还可以继续吃炸鸡，你可以再吃五碗面。大家好，我是雅芳，欢迎收看《乐活 So Much》，乐活 So Easy。观众朋友，美食当前，您可以抗拒得了吗？如果说没办法拒绝，也不要自己觉得太罪恶感，因为呢，日本著名的作家吉泽久子呢，他说到一个人的生活呢，其实不老的秘诀就在于他对吃的一种期待。可是现代人呢，偏偏压力很大哦，那么乱吃，那么也靠吃了来疏解这个压力。哇，一看身材，糟精气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请到专家好朋友来告诉我们，可以好好的吃美食，而且他们有一个 PEPO 法宝，就是消灭油脂的杀手，今天来帮助我们。好，赶快来欢迎我们的专家好朋友，我们药师林玉婷药师，欢迎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料理主厨柯俊年主厨，欢迎柯主厨。大家好。吃货甜心燕君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讲到这个吃，哎，燕君一定也很爱哈，跟我一样哈。马上呢，我们来介绍我们台湾人一见到呢，哇，可以说这个把揪呢是目不转睛呢，忍不住想要吃的超级美食。现在请我们的小天使把它赶快推进来分享，好，欢迎我们的经理。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是不是也是你的最爱呢？黯然销魂的罗马本。好，来，我们三位专家 好朋友一起来品尝吧。这个应该是我们从小都吃到大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。哇，燕君，你是吃货专家。我真的是从小吃到大，而且尤其哦，就是大学的时候嘛，学生都会比较穷一点点，所以我们都是会想要去点个卤肉饭，或者说我去自助餐啊，我就是要挑几条卤肉汤，哎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，然后又可以吃饱，这样子。做工的人一定是吃饭。我们讲什么？饭是什么？人是铁，饭是钢。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对，对，吃了饭才能当钢铁人。而且老师，这个很香哎，胖胖的。对，我顺便跟大家介绍这个卤肉饭哈，卤肉饭其实以前叫碎肉饭啊，碎肉饭哦，脆吧，哦，脆吧，肉脆的吧，哦，那但是呢，后来变成卤肉饭的时候，又有分哦，北中南都不同。哇，老师就厉害，北部的卤肉饭，看这个样子，这个是南，是南中，这个美中南是哪里？哦，北部的，哦，北部的卤肉饭，北部的卤肉饭不可能有瘦肉啦。那一定都是皮跟油啦，真的假的？有名的店哦，就是皮跟油，而且是丁块，它不管它是一个长形丁块或者是正方形丁块，一定是丁块。那中部也差不多。那另外我们有吃过那种控骂崩，有没有一大块的？有没有？哎，到南部那个就叫卤肉饭。对对对。哎，你去南部跟他讲卤肉饭，他拿出来就是那个，哎，对不起，控骂崩。脏话，早中晚宵夜全部都讲控骂崩，控骂崩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南部的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卤肉饭呢，叫做什么？叫做霸寿崩。对，肉燥。那这个霸寿崩就不规则状了，有皮没有皮，有油没有油，有绞肉什么，各式各样，五花八门。然后呢，北部呢会搭配什么？叉甘菜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湾黄色的萝卜，对，对不对？很多小店都有黄色萝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中部还会配什么？给你个豆干。哦，都不大一样。然后呢，南部呢，就像你讲的，可能鱼松或者肉松，但鱼松会比较多啦。对对对。还有他们会搭配小黄瓜，那小黄瓜是新鲜去腌的哦。那么就是切圆片状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台南的切的有没有？有的人撒胡椒粉啊，什么，就是看你自己喜欢。我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快吃掉了。啊，台中是撒辣椒酱啊。这个销魂的肉燥饭，你抵挡得了啊？我觉得难啊，难啊。可是呢，为什么偏偏很多人吃了之后会后悔？老药师赶快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一下啦。好，黯然销魂饭，你吃了一大碗之后，你知道你要跑几圈吗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最近有一则报道，就是 CNN 票选台湾十大小吃，哎呦，那我们卤肉饭荣登
第一名。有这件事，对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下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一碗黯然销魂饭，它的热量到底是多少呢？多少卡？哇，它高达半天的热量了呢。648卡。如果女生1200卡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女生的女生一天需要的，对，基础代谢是1200。那如你看这个已经超过一半了，对，那你还而且我这一碗还蛮大碗的，是平常有那么大碗吗？这个有加量，有加量吗？那彰化人怎么办？他三餐都在吃，对啊，那就是破表了。那个彰化人早午晚宵夜凌晨都是吃空麻粉，太好吃了，嘴巴管不住了，没办法。我跟你讲，吃完嘴巴要黏才是好的卤肉饭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碗是648大卡，需要运动多久才可以把它消耗掉呢？我们需要跑步80分钟哦。卤肉饭它为什么会热量这么高呢？对，它其实是一个高热量、高油脂跟高钠的食物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如果天天吃的话，会对身体造成什么负担？我们还是必须注意的哦。OK， 不仅是造成身体的变形而已哦，不是肥胖跟变形。对，我们要注意，因为它其实是动物性脂肪，那它在身体呢，很容易就沉积在我们血管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注意。三高的部分，对，造成我们心血管的疾病血脂啊，血压、血糖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那你看这个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卤汁呢，它的热量非常的高哦，所以像刚刚这样子飙崩飙崩再吃进去的，就是高热量。所以呢，如果你长期这样子吃，那你运动量又不够，消耗不掉的时候，这些脂肪，饱和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话，可能会。严重可能会心肌梗塞。如果说你可以一吃完之后，你可以保证自己跑一个半小时，那应该就没关系嘛。那偏偏很多人根本就像柯主说，对啊，像有一个跑不了也没时间跑。对啊，这么胖怎么跑？对啊，所以就有一个19岁的一个女生，她很三餐都吃外食，那特别爱吃我们的这个黯然销魂饭，她2年就胖了30公斤，哇，快一个人呢，快一个小孩，她2年就胖30公斤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。好，节制，节制再节制，但是呢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哈，那接着呢，我们要品尝第二道的超级美是什么呢？哎，大家也很爱的香喷喷的金黄炸鸡来喽！哇，这个是什么香喷喷的金黄炸鸡？你就吃鸡翅吧。好，然后哎，谢谢啦。我要鸡腿，老师，我要鸡腿就好了。你吃鸡腿啊？我那个小心一点，好。那给你吃最好。鸡腿那个也是很 juicy 的部位哦。对对对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呢，就是很爱很爱吃炸鸡，到就是我直接去炸鸡店打工，工作结束之后自己就带一桶回家吃，因为一定有卖不完的，我就把它都买起来。一人吃一桶吗？好可怕。对，那个是年轻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。6个。哎呀，你把它吃一桶哦，没有问题啊，我就边看电视，然后就边嗑啊，有没有韩剧给它追起来？啊，你这么小一只吃6个，没问题啊，我也吃6个。电视也催化，之前有没有？韩剧啊，对，他要加那个炸鸡配啤酒，那时候整个西门町哇都是卖这种韩式炸鸡，啊，流行韩流啊，对。但是说实在，这种东西它是一个赶流行，对。最终在台湾来讲，这个炸鸡的东西能够流传到现在，还是最传统的，传统的那种咸酥鸡蛋的，咸酥不是，我是说最传统咸酥鸡蛋就是五香跟蒜头味的，那个也很好吃。然后再来就是类似这种美式的，美式的这一桶6个嘛，这个香喷喷的金黄炸鸡热量是多少呢？哇，它一桶就高达。差这么多！你刚是吃了一桶炸鸡吧？1点多公斤哎，我这很多哎，来看看多少？哇！你赢了，它高达。金黄炸鸡热量是多少呢？哇！它一桶就高达1623大卡，对，那跑步，来，我们运动需要多久？就要300大卡，差不多。跑马拉松了。我们跑步
需要三个，三个半小时，真的耶，对，才可以把它消耗掉。你有办法每天跑三个半小时？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说我以前真是很幸运，还没有胖起来，但是我长很多痘痘。代价还不止这样哦，它是油炸的哦。对，油炸的食物呢，因为油的关系、油品的关系、温度，你不知道它中间跑出是不是有致癌物。哇，对，这么多风险、啊。其实在我们世卫组织，它旗下有一个就是研究癌症的一个机构，就是已经确定，就是说，炸物呢？你怎么也默默的放下来了？没有，他是刚休息，我在休息，手酸的，你们要手酸休息一下。炸物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致癌几率很高的一个物质，不止热量，不只是我们的体型的问题而已，它还会引发这样的我们的健康的疑虑。哇，对，那我们还是要听药师的话。对，那不要炸的好了。第三道，那我们换个甜点，总该可以的吧？来，我们来看是我们姐姐、妹妹、婆婆、妈妈很爱的甜点下午茶。哇，你看这心情多愉悦啊！咸的吃完就要来个甜的，闽南话讲假节脆边，你自己挑一个。最流行的肉桂卷，肉桂卷，对，我好想吃那个。然后这个塔也是最近很流行的这个塔。肉桂卷好了，好，对，好，对。看起来就觉得哇，好好吃哦！对，哇，那就酸酸甜甜的。那我这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就觉得巧克力好好吃哦。我选奶行，所以我选的是肉桂卷。你看，那个味道，我这个是绝对男生会喜欢。它这个巧克力里面还有一点点盐巴。哦，一杯好的 CDCD 呀，对对对，棒！男生就喜欢这样的甜点。女生喜欢的有一点酸酸甜甜的，而且那个很花俏的那种，女生最爱。那我就是保证香又甜。哦，最近那个肉桂卷超流行哦，而且价格一直在飙涨。而且肉桂的话，不是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一些保护的？是这样吗？肉桂粉。为什么？对，所以我选这个是有健康概念，是吗？药师还是连胃药师？对，是吗？这个是最健康的呢。这个是仙女也疯狂的甜点塔，那我们来看看，这个就是彦君现在在吃的，对，它里面还有含水果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看它的热量多少呢？好低哦！它相对之下，它比较低，因为它里面含有水果，可是刚好跟而且还比较小一点点。对啊，可以吃两碗卤肉饭呢。对，那我们来看看跑步要多久呢？不，这个可以吃两个，等一个卤肉饭。刚刚是那个跟一块炸鸡啦，差不多哦。这个也要跑，这不会跑那么远的啦。哦，这可以，这个我跑得到，对，没有到一小时，这 OK。那我们来看看主持人，所以要是这个 OK 吧？可以吧？这个的话，其实呢，就是如果你有办法每天都跑40分钟，那这个是倒是可以消耗掉啊。对，吃一小块跑40分钟。对啊，而且很多水果，值得。可是它其实已经超过一碗饭的热量了。哦，是啊，对啊，超过一碗饭的热量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对，肉桂卷，真的，你看肉桂卷这个呢，好，疯狂流行的肉桂卷，流行。它这个热量呢，是我们现在图片上的是吃两个哦，两个，吃两个，好，两个。OK， 来看看多少。哇！你赢了，它高达1620。你吃一个是800，都比刚刚前面的还多。它跟刚刚讲的炸鸡一桶是1600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一桶6块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单一个的话就800多了。为什么会这么高啊？哦，对啊，那要跑步跑多久？跑步跑多久呢？也是200分钟，就跟刚我们的炸鸡桶一样。天哪！对，吃一个要跑一个马拉松。那还好，我只有吃几口。对，其实它里面，但是我这个是真的没有那么甜呐。可是它还是里面是高淀粉。为什么会这么热量那么高啊？因为它配料的关系，它还有枫糖。哦。对，它糖类还有淀粉。坚果。加种之下。它热量就是很高。好，看这个数字，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讶，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，接受残酷的时间到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请彦君还有柯主厨来到我们的体重机上面，来量体重哦，酷刑一下了，看看我们刚刚吃了这么多，我刚刚把卤肉饭都吃完之后呢，哈，其实我们有陷阱的，这个心机太重了。来，好，柯主厨请上来，你先，请站在我们的体重机上面，好，哎呀，哇。
85.6。哇，之前多少？啊、我刚刚是八，刚刚在门口量的时候，早上量的时候84.9啊。哈，差这么多？哇塞！你刚刚是吃了一桶炸鸡吧？没有啦，我吃一块而已啦。应该说没办法，回不去了。来，所以我也增加了这么多吗？燕君，那我们来看看多重，来多少数是多少？46.3。什么？你刚刚卤肉饭全部吃完，太夸张了。然后又吃了甜点，对不对？然后炸鸡你也吃了。我没想到我这么重。你今天多少？我大概45啊。哇，差了1点多公斤哎。我这很多哎，太离谱了。你可能不只要跑一个小时，要跑5个小时才能够把刚这个热量给消耗掉吧？那怎么办呢？赶快跟我们的药师求救吧。我们可不可以一边吃美食，然后一边不要接受这么残酷的事实呢？就是对我们美味的食物背后总是邪恶的。如何让你可以享受这些高热量的食物，还可以维持轻盈的体态的？哦，到底是什么法宝呢？好期待哦！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法宝哦，一组二排三代谢，太夸张了！对不对？整块就不。录完以后还可以继续吃炸鸡，你可以再吃5碗面。对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请教药师呢，来告诉我们哦，这个应该说是解油又解淀粉的法宝，对不对？让我们可以轻松的享受美食，但是身材要健康，不会糟心跟受到威胁。对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法宝哦。那这个法宝主要是有什么特色呢？它最重要就是一组二排三代谢。阻呢？对，阻碍吗？阻就是对，是阻碍，阻抗多余我们身体多余不需要的淀粉跟油脂吸收。那二排呢，就是有进有出，我们身体垃圾要定期的排出，就硬跟凹就对了。对，对那第三个就是代谢，我们要维持一个高的代谢能力，这很需要哎。对啊，那你只要这三个原则有把握到的话，其实我们维持我们的体态是很容易的，然后同时也可以享受美食。那我们来看看呢，主要是什么样的成分？第一个呢，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个法国专利的柑橘萃取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分解油脂跟清理油脂，让我们的脂肪比较不容易囤积在身体里面哦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法国专利的瓜拿纳萃取，它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咖啡因的一个成分，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能力。对，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食欲，让我们比较不会一直想要吃零食啊、宵夜这样子。那第三个呢，是我们的这个秘鲁藜麦的萃取，它含有高膳食纤维，所以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。对，那同时呢，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油脂代谢。那最后一个是望江南的萃取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润肠。好，药师，那请教你，有分男生跟女生有这个差别吗？有的，男生的食量本来就比较大，对，真的，对，所以这个法宝呢，它本身就有分男生跟女生哦。我们来看看男生女生有什么样的不同。对对，除了刚刚的组成分之外呢，那我们女生这方面呢，还添加了我们美国的有机螺旋藻，那它就是可以补足我们身体的优质蛋白质，对，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。那日本的专利水溶性膳食纤维呢，一样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，益生菌。那女生容易便秘嘛，对，常常就是就不太顺。那我们就是添加这个台湾专利 SLL100 的益生菌，对，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菌虫比较正常，对，优化我们肠道环境。是，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印度专利的生姜萃取，主要是要它里面的姜辣素，它可以促进我们就是血液循环，让我们手脚比较不会这么容易冰冷，因为女生容易手脚冰冷嘛。那男生的部分呢，我们来看看，它就是有美国的综合氨基酸，它可以维持男生的一个生体力，对，体力跟生理机能。好，对，那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专利的白肾豆萃取，我们刚刚提到男生吃的饭比较多，饭的量都会比较多，像我吃面都要吃大碗的，对，所以就特别男生特别需要这个白肾豆的部分。对，那如果像是女生也吃饭吃比较多，那可不可以吃男生的？可以哦，对，也是可以的。
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甘氨酸锌，甘氨酸锌它是要吃什么呢？男生最需要的锌，维持我们的生理机能。对。那最后一个是姜黄萃取，它是有一个专利的制程，让我们这个姜黄素的吸收会更好。嗯，长知识了哦，原来我们在享受美食之后，还可以利用它来保护我们。对，没错。我们一般是餐前两颗哦，但是有些人会忘了吃，忘了吃你就马上补。也是可以的，哦，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些人他的饭量食量比较大，他有时候就是会一颗男生一颗女生也是 OK 的，哦，男女可以混合，可以的，是可以这样搭配的，哦，可以男生也可以这样吃，对，有些男生也会便秘啊，那他也可以吃。那像我体重比别人大的话，我可能是不是都要 double 这样？是不用。其实日本人有一些习惯，日本人在吃饭以前都在看他吞药丸。其实他们有的是吃那个啦，消化的一些酵素啦。哦，对对对，那观众朋友，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，会知道说，哎，这个法宝进到我的身体里面之后，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？我们来看看。好，现在我们邀请药师帮我们模拟一下。刚刚我们不是吃的肉燥饭，对不对？炸鸡，还有哇，甜点。那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个法宝把它包好包满呢，把不好的东西就给它一起带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来做个实验给大家看。好，大家有看到这个玻璃瓶，它是模拟我们肠道，那我们肠道里面会有水嘛？是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刚吃的萝卜本的油，还有我们的那个炸鸡，炸鸡或者是甜点里面也有。那我们现在来把它倒进去。哦 ，OK。哦，这些都是我吃进去的油。对，其实我们吃的油一天还不止这样子，而且都是爆表了。对，刚刚那一碗卤肉饭加起来的油都不止这些。真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绿绿的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法宝。哦 ，OK。对，就刚刚讲的那么多的成分，有膳食纤维或是益生菌等等。我们现在来把它吃进去，那我们肠道呢，会有一个蠕动。对，蠕动让食物混合。消化，现在是油脂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它好像，好像把那个油吃进去，有点包住那个油的感觉耶。哇，掉下来，也太大块了吧！哦 ，OK， 这就是把它包好、包满的油脂哦。OK， 疗愈啊。那接着是我们的淀粉喽。吃完油以后有淀粉啊，对啊，美食第二大要素就淀粉。我们不会单只有吃油脂，对，其实我们油脂进了很多的油脂跟淀粉在一起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面粉丢进去。淀粉吃进去，肠胃蠕动，稍微把它蠕动一下，哦，让它混合，太夸张了。哇，所以你看，你持续一点时间，对不对？整块就崩下来，就崩落了，崩塌了。其实也蛮快时间的，大概就两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对，它就整块这样掉下去。哇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好的包覆。所以你刚刚吃的那个什么萝卜，没有问题的。应该说过多的油脂，它就帮你处理了，帮你处理掉了。对，这个油脂跟淀粉就这样整个这样一直往下掉。对呀，啊，谢谢药师带来这么好的法宝，这样我们吃美食的时候应该会放心，就没有负担，放心很多吧，减少你的负担，轻松吃美食，然后又不会有罪恶感，所以太多的负担，所以我们录完以后还可以继续吃炸鸡，你可以再吃五碗面，还是胜利啦，对啊对啊，不过要记得把它带回去是真的，要这个一定要，要把这个油，等一下我要油电的这个杀手法宝给带回家。好，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药师还有柯主厨。谢谢来到现场的分享，那么希望呢今天和我一样长知识，而且知道说哦，原来我们人生这么难，其实在吃美食不必再这么拼了，这么辛苦了哈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别忘了可以上我们乐活 so much 的粉丝团，还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来追踪我们喽。节目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Bye。大家好，我是玉婷药师，享受美食别烦恼哦。我们现在有法宝帮助你。可以轻松的享用我们的美食，又不用担心造成身体的负担跟身形变形哦。那法宝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油电双克胶囊，它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一组二排三代谢哦，阻断多余不必要的脂肪跟淀粉吸收，二排有进有出，定期排出我们身体的垃圾。第三呢，就是可以增强跟
维持我们高的代谢能力哦。那最主要呢，这个油电双克胶囊，它主要有法国专利的柑橘萃取，可以帮助我们分解跟清洁油脂，让我们的脂肪比较不容易囤积在身体里面。第二个呢，还有我们的法国专利瓜拿纳萃取哦，它主要是里面有咖啡因的成分，可以加强我们的代谢。第三个呢，还有秘鲁藜麦的萃取，它有高膳食纤维，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，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油脂的代谢哦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我手上会有两种呢？一种是女生吃的，一种是男生吃的。女生吃的呢非常贴心，因为女生容易手脚冰冷，所以它添加了生姜，它是印度专利的生姜萃取哦，那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比较好，让你手脚不容易冰冷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女生是不是容易便秘？那所以它里面也添加了我们台湾专利的 SL100 的益生菌，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肠道菌虫，然后优化我们的肠道环境，让你二二顺畅。那还有呢，男生的部分就是这个。男生的部分呢，因为男生女生的结构生理结构不同，所以男生呢特别需要什么，就是锌。它甘氨酸锌的部分呢，可以强化我们男生的生理机能。那另外还有就是姜黄素，姜黄素应该现在大家非常夯的一个成分哦，姜黄素。那我们的姜黄素呢是有专利的制程，让我们的姜黄吸收更好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综合的氨基酸，一样它也可以是强化男生的生理机能。那男生呢，通常饭啊面啊都吃的比较多，所以呢，男生的里面的成分添加了一个白肾豆的萃取哦，让你吃饭吃面比较不会有负担哦。一组二排三代谢，男生跟女生有分别，推荐给您。